Snajadas. Snap back to reality. Up the gross gravity. Up the gross rapid chop. The youth is dope like a fantasy. 哎 ，Moose， 你早上起来这不可以正常一点吗？常常在那边叫来叫去。哎 ，Good morning, Moosey. How you doing？ 今天天气超级棒的，就好像昨天我们去 supermarket 一样，完全一样，超级美。天气，刚刚旁边在这里还有一个小鸭，还是不知道海鸥，有海鸥、哦。好了，没有关系了，看不到海鸥不是今天的终点，今天的终点那么好天气，就是我来苏格兰四年，有一件事没做，说起来都没有人信，因为是苏格兰的特色，就是找 Highland Cow。其实老实说，有没有 Highland Cow 真的不知道有没有，但是我还是决定，因为天气好，开车去有一个有可能有 Highland Cow 的 park 里面。其实怎样随便走走，我真的不知道我们要 hunt 那个 Highland Cow。Highland Cow， 为什么我在想，每一次都是说 Highland Park， 可能我的脑袋只有 whiskey， 好浪漫呢这里，喂，又来浪漫哦。说到 Highland Cow 了， Highland Cow 是苏格兰独有，只有苏格兰有的一种牛。它的奖上我没有看过，但是我看过很多毛公仔，看照片，他们的头发超级 fashionable， 好像是那些韩星或者是旧时代香港 MK 仔一样，那个头发超级帅耶，超级温馨的一家人。其实快乐是不是真的要赚很多钱？没事，我看到这些都觉得超级快乐的。我看他们应该已经是上代同堂，就是找一个简单的地方看那个小孩滑下去，然后他们笑的是I want to ask, is it possible to find a Highland Cow here? Yes. Yeah, Highland Cow. Yeah. Feel free with that. Yeah, I found a Highland Cow. We can go back. Right, you are most likely to see them that field.Over there, that field goes all the way down. Thank you very much. Not in that direction. Yep. This way. 果然路在口中，我刚刚走的那一条路是完全错的。我问一问两个老人，哪里可以找到 Highland Cow， 然后他又说是这边，这边。但是他又问了另外一个路人有没有呢，然后他说没有看到，怎么办？我好想找到哎，但是至少我知道是那个 Highland Cow， 全年都知道，很大可能性在这边跟那边。不行的话，好像刚刚我一开始来的时候有那个桥，过那个桥也有可能。路一直都在，好了，希望可以找到了。好可爱的 Highland Cow， 我刚刚找到那个 Shelby 的那个，不是那个，我要是真的 Highland Cow。Hi, excuse me, have you seen any Highland Cow?Yeah. Highland cows, they're in the field way over the other side, they're not down near the road today. You actually have to go out of the park, yep. Go right, and then at the next railway bridge, go right again, and walk up that path and you'll see some Highland cows. Great. Okay. Thank you very much. 又有可靠的消息，他说两边都没有，要走出去，不是进来过那个桥，叽里咕噜，那边都找到了。不是真的假的，真的假的，真的假的。我是香港来的宅男，我有一个梦想，把妹把到台湾啊！刚才走到外面，看到进门口的那边，就介绍一下，这里是很近 Glasgow City Centre 的 Pollock Country Park 啊！那个阳光好晒，我还在想，在这边是没有 Highland Cow 的时候，我看到，但是它超级远哎，给你们看看。好了，老实说，是我镜头不够远还是怎样？不是，是真的很远了。然后我没有看过它动了，我怀疑是假的。但是旁边有几只，它的头还在。希望前面还会看到更近、更可爱、更真实的 Highland Cow。我不要再跟照片 selfie 了，我也不想这个 perfect 了。我进来这里，我看到它没有关门，我不知道是不是 perfect area， 但是。没有人就快一点走吧，好兴奋耶，就在旁边很近了，他看着我怎么办，要慢慢来，可爱哦，这边也有，要慢慢看，好可爱哦，不知道可不可以进来的，但是我不行了，我要走进去，我想跟他一起拍照哎，好，现在我很慢很慢继续走，发现另外一只啊，他真是好喜欢看我哎，有一只更近的，看看会不会很近哦，可爱啊，他看见我了 ，yes， 喂，
不要这样看着我好不好？今天找 Highland Cow 的，今天找 Highland Cow 终于成功了 ，Yes， 这个就是传说之中看起来很像韩星，不像我这样头发短短的 Highland Cow 高地牛，哎，好可爱啊，真的好可爱哎，有牛那么可爱的吗？有，就是这个。知道的吗？偷偷摸它。他的头发那个手感真的好像你平常男生用完那个 gel， 你用那些 wax， 用完以后头发硬硬的，就是这些。超级兴奋哎！还有Highland Cow小孩。小孩的脚还没长出来的，哎，你是女生还是男生？女生啊，我跟你告白好不好？跟你告白哦，告白哦，跟人告白不行，就跟牛告白，太可怜了吧？我爱你，我爱你，你爱我吗？不可以这样，回答我，哎，我在跟你告白，你不要。哎 ，Sam、Tom、Mary， 我有事跟你说哦，有很认真的事跟你们说哦。你们在这里，只留在围栏里面，你们开心吗？我就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去学一学 economic demand and supply。怎样看着我晒一晒太阳？你这么满足了吗？不要不看我，对，继续听我说，不可以这样。虽然苏格兰很美，但是要去外面的世界走走啊。真的觉得不是吗？你们怎样会开心吗？我是受众了吗？对的，不看我吗 ？Thomas， 你怎样只留在这里？你开心吗？他也不开心。好，大家这里已经应该有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了，只是看他们在不动，然后他看着我，我看着他，含情脉脉，但是不行了，听他们不杀鸡儆猴，要跟他们说再见，拜拜。好了，拜拜，拜，哦，对不起啊，好了，不摸你了，拜拜。我现在走这里，其实原本是一个打 golf 的地方，但是因为今天应该没有人打 golf， 一个人都没有。如果我停下来，是什么都听不到，只听到，哦，他，超级烦哎，没有了，不怪他们，是我来他们的地方，他还没觉得我吵哎。我在想刚刚对牛弹琴的故事，我跟那个 Highland Cow 说了那么多东西，叫他要跑出去外面的世界，其实这样对吗？ Nah， 肯定不对，只有人类这个生物才会这样想，竞争，我肯定要比你好，我比你好的话我就会成功，我可以在外面的世界我就会很快乐。但是牛真的会这样想吗？晒一晒太阳，喝一口水，看一看奇怪的 Moose， 跟他咩，这样就不快乐吗？就好像我们看到 Aquarium 里面的鱼一样，他不能在外面的大海洋游泳，肯定很不开心，肯定很不开心。极飞鱼、鹰击鱼击了一样，没有人可以告诉你做了这个你就会快乐，不会，只有你知道。 Anyways， 我们今天看到 Highland Cow 美，还要摸到他们，太兴奋了，十年来在苏格兰居然没有机会看到，下定决心在那么美的风景、那么好的天气里面看到Highland Cow，真的也是一个大大的 achievement 呢。还有几天就要新年了，嗯，
新年有没有很兴奋呢？但是在新年之前，我会每一天发便。好了，哈哈，今天找哈林靠的 mission 大成功。我们下一个啊，又来了，又来了，明天见。The cold never bothered me anyway.